师父开示过，许愿清修就要干净，不能有男女之事，要吃素。请问是不是许愿清修的话，一定要先许愿吃全素？如果已经许愿清修却还没有吃全素，这算不算是妄语呢？是的。那样他许愿了没有啦？他许愿清修了，但是他还没有吃全素。许愿清修没吃全素也不好啊。嗯，明白了吗？他就算妄语。那要念多少遍礼佛啊？我相信这个很多，至少49遍，49遍。嗯，对啊，那要这个学生赶紧吃全素。好吧。嗯，好好。不干净。